好，这个今天祖恩啊，他是在2016年的时候也是拿到奥运资格，那么他在第一轮被淘汰，在2018年的亚运这个赢一场，那到2020年东京奥运没比赛 ，OK， 这个祖恩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？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。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啊。对 ，OK。那如果把比赛赢了，有能够怎么改善？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赛的奖金 然后可以拿去贴补家用这样子啊。对，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境吗？我是单亲家庭，对，然后现在我们。近几年就是妈妈她有再婚啊，对，所以现在家里就是有变比较好一点啊，对啊，哦，所以你从小几岁的时候爸爸妈妈离婚？我应该还在妈妈的怀里面吧，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妈妈好像就离婚了，就离婚了，对，哦，所以妈妈这个一个人把你抚养长大，是，哦，那很辛苦呢，对啊，妈妈是在做什么工作？妈妈是做看护，哦，对，看护很辛苦了。对，在屏东吗？对，在屏东。OK，OK。那你经历过这些失败，你听说你曾经这个要逃避去抽烟去喝酒，是那个情况怎么样？讲到这个其实很沉重了，对，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加上是自己心里面的状况还没到那么成熟，嗯哼，对，然后经历过很多失败，然后想要借有一些方式来去抒压自己的一个情绪这样子，嗯哼，对，但我是奉劝很多年轻人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，哎，对，然后妈妈其实她也一直扶持我啊，对，然后一直跟我讲了很多鼓励我的话，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个信仰，可以去让我变得更好这样。对，然后一直到我看见了杨永伟，对，然后才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好，直到你看见了杨永伟，就换句话说，杨永伟对你有启示吗？好，应该说他的成功让我更激励自己吧。嗯，对。嗯，因为我自己想要跟他一样，对对吧？哦，所以一个成功的运动员影响是很大的，是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是。那在看到杨永伟之前，你试图逃避的那一段，你怎么个逃避法？其实就是抽烟喝酒啊，对吧？就这样子啊。对啊，训练的话就还是会训练啊，只是训练的状态一直也都没有那么好，对对吧？喝酒喝多少？几乎都是假日而已啦。哎，对啊，饮什么酒？都有吧？啊，对啊，都有啊，对啊，小米酒，啤酒比较多，米酒比较多，有没有喝到醉？有啊，都会啊，喝到醉哦？对啊，都会啊，因为喝到醉可能对蛮伤身体。是，你跟谁喝？跟我们部落的好朋友啊，对吧？烟抽多少？以前好像蛮凶的，对吧？以前蛮凶的，因为我是从大学的时候就有开始，但是后来就是有戒掉。对，一天有抽到多少？2包了？没有到2包，1包，对吧？也没有到1包，大概十几支啦。对吧？这样时间持续多久？应该有3年多吧，这么长啊？对，3年多。但是就是比较消沉抽烟喝酒，其实对身体影响很大。是啊，对一个运动员来讲，身体影响很大。是啊，直到看到杨永伟。对，杨永伟是你的族人？他也是台湾族。台湾族？对，他也是台湾族。哈 ，OK， 那这个罗教练，迄阵有看到伊安尼逃避无？你在训练上跟生活上看得到他跟以前不一样。你讲有昏迷嘛？他也满18岁了啦。我只能用循循善诱的方式，安尼训练的时候，
你会觉得他心不在焉，然后态度比较积极，但他不会反抗你，他不会跟你说教练我不要练了，你的该表现出来的能力水平他跟不上，哎哎，啊，那时候刚刚安奈安奈，一个最后的选手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？对，然后就会赶快请，伊哪上面代志我会打心理师讲，啊，透过心理师的一些专业心理的技能训练，然后来给他慢慢的更稳定一点。罗尚策罗教练啊，其实你过去的这段时间，你阿妈嘛贵心嘛，你外婆嘛贵心嘛，OK， 另外就是。这个爸爸嘛贵姓啊，哇，哦，那听讲恁啊经费嘛短缺嘛，另外就是因为这个就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没有拿到好的成绩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国训中心嘛认定恁的成绩不盖货，所以被退场，想了一会儿都一直坚持，其实就是我跟主恩心里面的那个梦啊，因为我也曾经差一点去打奥运会，然后那一场失败就让我终身遗憾。哎，啊，起码有机会，我换一个身份，会当去奥运会，所以我很珍惜。对，啊，当然努力那么久，成绩不到位，被退场，那个也可能是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计划里面。啊，当然被通知退场之后。当然我就回离开国训中心嘛，啊，主恩就一样留在国训中心训练，只是那可能会被别的教练指导这样子。可是心中那个奥运梦没有熄灭。对，我都跟自己说，我有一天我会回去的。然后当然身边很多贵人的协助，让我能回去协助主恩这样子。是，对。啊，主恩比赛也无得好成绩啊，无收入啊，啊无奖金啊，啊你要靠什么生活？其实我本身是教职人员嘛，我是里港国中体育老师，然后我就是留职留薪，我去国训中心训练主恩，对，所以我基本上的薪资还是稳定啦，只是讲。咱讨论到迄个训练的经费短缺，因为无成绩，咱就无遐济训练经费，伊来甲咱这个团队来对。所以看到很多人去异地训练，透过异地训练而成长，取得成绩，我也该羡慕。讲他背的是很羡慕，然后吹牛啊，对啊，然后慢慢的从我们2023、2022年拿到亚锦赛的铜牌，一挂。经费啊，甲一挂赞助有入来，所以我即摆开始咧有一挂异地训练诶规划安尼。曾经去哪里异地训练？我们最长就是在上海，一个月啊去乌兹别克一个月啊去苏格兰一个月，当然澳洲诶生活水平较悬，迄个经费就出悬诶。一个月啊，你含主恩两个人吗？捌两个人嘛，捌团队去，捌七个人去。安尼爱开偌济一个？我迄间去像亚运前的迄个八月份，我去乌兹别克，迄间差不多开了200万。对。乌兹别克要200万。对。啊，这唔多爱有人 sponsor， 有人赞助。啊，就有国军迄个体育署的经费落来。啊，佮一挂朋友，啊，佮迄个时阵香谷基金会甲咱赞助。对。辛苦你吼。